今天是2022年9月30号，九月最后一天，明天就是10月1号。十月开始 ，Pisco 演出有点密集，所以我们想要来好好记录这一切。聪明的戴墨镜人，给大家看我们今天的试音的舞台，非常的大，大到不行，大。真的很远，等一下要试一下距离。鼓手好远哦！可以帮我三试三个痛吗？三个痛痛。甜玫瑰试音结束了，超级热。看我的后面，张强已经有专业的摄影老师们在 setting 了。今天 Pisco 还没结束，我们还有工作，等一下有访谈要拍摄。呀，非常期待，没有什么好期待的啊。其实摇滚台中就是一年一度可以一起听音乐和朋友相聚的音乐派对。嗨嗨，今天是10月2号，今天就要来演桃园甜玫瑰音乐节。爷爷，这是我们今天的休息室，超大超舒服，喜欢。这是甜玫瑰很猛哦，江江是跟台啤的联名酒，哎，超强的。然后这是我们的工作证，哎，有口罩。嗨，这是我，耶耶耶！这里有淋浴空间，然后这边有厕所，休息室站，好凉哦。我刚拿一瓶台啤的什么少年郎啤酒，感觉蛮酷，没喝过。这是我们这一次演出的舞台，超级大。然后发现有人穿 Dislike 的 T 恤，还有穿 Pisco 的球衣。这个草地超舒服的，草地超舒服。这一次甜玫瑰的阵容，哎，看线 Pisco 啦！这边是这一次的第二个舞台，玫瑰新舞台。昨天的舞台很多 idol 在表演，那今天的演出已经结束了，就剩主舞台而已。那我们这边会看到有很多的市集，市集超长的，所以我们现在下去大概稍微走一下。这个台啤的现压，生的台啤，超想喝南妈秘鲁的。然后现在缓缓的走到市集里面了。现在太阳阳光很漂亮，然后天气也蛮舒服的，有的风吹，看来今天表演应该会蛮爽的。早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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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这不是隐退赛杀手的球队吗？这首歌好适合跳舞哦。刚刚小润说，丁丁如果从柜子里面走出来，就是出。稍等一下，准备要去试音啦。不是啊，又讲错，准备去彩排啦。不对，准备要去试听啦。意思其实不太一样。哦，已经在试听了，唐牛棒棒。这边是我们的准备棚，目前器材的准备，请过。加油加油！辛苦啊！刘海岔开来，太卡了，好难得哦！我今天很难得汗松低的，而且从第二首就开始低了，很热，但蛮爽的。好久没有演这么大的舞台，然后手又破皮了，怎么办哦？这样怎么办？接下来我两场三场，第一天破皮就完了。演完了超爽啦，好累哦。然后这边好像还蛮多人的哦，好像蛮多人。哎，好久不见！对啊，摇滚台中见。不见，超久，超久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这有东西，什么东西？耶！哎呦，杨长浪，杨长浪，早安，早安。早。现在是一个凌晨3:40，在喝啤酒的男子。对。哦，我们的车子到了。嗨，大家早安！现在是2022年10月8号，我们今天要去台南，然后再去台中表演。然后我眼睛好像都起雾了，看不太到画面。现在在我前面是有睡觉的 Omoy 吗？
没有睡觉。嗨，早安，在我旁边是许少奇、少奇、气匠、阿奇斯，名字很多哎。现在早上9:47，我们凌晨4点从工作室出发，然后现在已经到台南浪人祭了，我们现在准备去报道，没有错，就是这么充实。刚刚还去吃了鱼皮粥，多么充实！艺人报道 A， 工作证入手了，当当，现在要前往我们的棚。哦耶，哦，很大，谢谢。少奇已经要先去看舞台了，好快啊！这是我们今天要演出的舞台，见识舞台。等下小蜜蜂要在这里控。那现在就先带大家到会场走一走，来看一下会场。但现在好像还太早，这是另外一个舞台，昆声舞台。每个音乐季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拱门啦，消失的鳝鱼意面，嘿呀，一下就找到了 disco， 哇！拜拜，巨石强森，仿佛就是进入到一个摊商区，但是一样，因为现在时间过早，摊商都好像都才刚开始，有的还没摆，有的才刚开始，又发现了 dislike 的 T 恤。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金鹤厅舞台，现在在我后面准备试音的就是梦游旅人。我们这次跟梦游旅人有一个小合作，就是我们看他们表演，他们看我们表演。我们刚刚在当老师，哈哈哈，讲得好心虚哦。我们刚刚在看梦游旅人表演，干干干，其实蛮帅的。然后等一下就换我们表演，总是1:30试音，见识舞台。希望不要中暑，今日目标。谢谢浪人记，谢谢我们来台中啊！如何？蛮爽的、啊，就是台下出乎我意料的开心。好，技师们在努力上器材了。快速逃离，很热，一样热，一样热，很热。跟铁玫瑰谁比较热？哦，差不多，河海最凉。Oh my god！ 好久不见，你好吗？旅人的小朋友买了好多东西给我们，好开心哦！感想时间，实在太热，太阳太大了。现在不是已经10月了吗？而且我超担心台下那个沙子好，我们至少还有一个高度，我觉得台下的人好辛苦哦。舞台很大，蛮方便。其实今天舞台清得很干净，就动线都很明确。我要去把我们家艺人带回来了。来，我们要带我们艺人上车喽！拜拜，大家拜拜，拜拜拜拜。台北见。日文。哎。乌拉基里莫诺。乌拉基里莫诺。乌拉基里莫诺。我们到了，我们到了，我们现在到晚上演出的地方了，然后现在马上就要上台了，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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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砰！孤勇、骄傲、行动派、蔡启昌，紧张，但是我们赶上了。这个日夜温差大了，怎么回事？刚才浪人祭是快热死，现在是有一点。快冷机！我现在最期待的就是吃便当哦，排骨好大块，很大一块。快乐的便当的时间，我要吃了，饿死了！我们大概在半个小时要上台，然后这是我们今天的舞台，今天是有录影的，怎么一切都很高级的感觉？亚贝，我们来稍微逛一下市集。那，我看怎样，家己的心情。逛起来，逛起来。所以时间快转吼，我想要吃这个臭豆腐的。啊、哦，吃臭豆腐，但可能演完才能吃。现在就吃的话，等一下表演就是都臭豆腐的味道，害羞。所以一开始，我是为好喜欢这个画的好可爱，喜欢。这
家宝珀宫。好久不见，最近好吗？对，很久不见了。有待完了一下。罗氏，我在这边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人物，里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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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要拍照，得到酒精的一刻。谢谢，每周让你请。一天两场演别的团都非常的 peace， 演 peace call 真的不行。其中一场底连的四场，我演了八场，好多哦。心得哦，心得人要服老。你有发现我刚刚换位置吗？有吗？怎么了？就是我本在你的正后方，然后我后来换到比较右边，因为有一只蟑螂。蟑螂在我歌单爬来爬去，我很怕我踩到它，所以我就换位置。我的天哪！然后我刚才又说蟑螂啊，又说好累哦，我唱完腿软，而且我那个台中场一直唱错，还说错话。一天两场，好累啊！过去有这样的经验过吗？一两次，一两次，对，但没有赶这么远。刚刚其实脖子不太能动，真的有点痛。蛮好的啊，就回味无穷。Thank you， thank you， thank you。导播老师切一下 3Q 特写，我想拍 3Q 特写。导播老师啊，接受的社会住宅的这个 percent 哦，超过五趴了，超过五趴了哦。我说为什么呢？哦，爆蹲呢、啊？不是的，他已经爆蹲。来台中就是要喝卢秀燕四罗氏秋水茶，爽啦、啊！要准备离开了。我们今天就差不多了，好的，车子到了，接下来就是上器材的时间。是我是我 ，Hello，Hello， GoPro 是 Insta 360。张小伦今天状况如何？好像那个元气还没有恢复，真的。虽然我今天睡满，演出稍微比较稳定，睡满了八小时。我校园呢、啊？有吼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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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关门吗？有吼吼，有吼吼，放狗了啊！是2022年10月13号，今天是我弟的生日。对，我们现在在小皇上，我们现在人在台中，我们今天要来台中执行一样神秘的任务。现在早上8:50。哦，现在8:50，好早。我们9:10试音，等一下基本上是到了，马上就是准备上工了，这样。对啊，奢华。好多玻璃哦，好贵哦。给大家看我们今天的舞台，江江，早安早安，正在认真 setting 的许少奇，感受到能量了吗？感受到那个一切都很圆满，圆满了哈。只是摇滚台中嘛，魅力就是要现场的互动，像 Pisco 这样，有没有叫一下，对不对？考验一下你们乐迷的肌耐力，有没有不能好好唱歌这种的哦？忘不了那天的伤。演完了，心得，好累哦，还是会觉得累。心得，演完的心得。蛮舒服的。早啊，早操做完。哦，还没醒。
现在10:21，早上10:21，我们已经在记者会演完了，只演出一首歌而已。对，非常期待摇滚台中的到来。Hello， 午安，今天是10月16号，那我们今天是开车下来的，现在是一个在桥下吃便当的状态，满满的炒饭，满满的炒饭，完整的炒饭，完整的炒饭，好想要加辣，哎、对耶，现在阿乔缓慢的去看一下舞台在哪里，哇，这里很酷哎。原来是这样，我们等一下就会在那边表演，然后大家就可以坐在这个椅子上面看，好有趣哦。好啦，这就是今天的活动，就是摇滚台中的讲唱会，有有。这是我们等一下的舞台。我刚刚在闲晃的时候，我遇到了旁边有钢弹展的工作人员，然后他们也有听我们团，就跟他稍微聊了一下钢弹的事情。你知道他说什么吗？想不到你这么宅，没有错。钢弹水星的魔女，我还没看 ，Netflix 上了，赶快看。唐牛已经在帮我塞木吉他了。新天台木吉他，新天台木吉他，木吉他。现在在试音了，试音。哦，是吧？好紧张哦，比平常表演紧张。希望我可以不要弹错，我要用合成器弹 Rachel 雪 solo。欧梦雨今天就弹这一台。就会想要去现场看一下，因为真的很多，而且我觉得是大部分。好啦，总之我们讲唱会结束了。你知道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吗？我们要去吃。没错，被插嘴没关系。要干嘛？吃。今天就讲唱会蛮开心的，跟诺哥一搭一唱，讲了很多话。那、啊、我现在喉咙超干的，不得不说台中真的很强啊！台中就是永远好像都可以好天气的感觉。没错，超级强。好的，啊、谢谢、啊。包含一下哈、哦，慢腰啊。好，赵小瑞先挑最瘦的。我挑肥的。好啦，来到台中就是爱吃控肉饭啊！老板招待给我们一碗卤肉，天啊，这个太刺激，太刺激了。我们刚刚被臭味吸引，现在要来吃臭豆腐，好吃的想跳起来，好吃的想跳起来，浓香臭豆腐，臭豆腐时间，臭豆腐时间，好多好凶，真的假的？好吃哎，里面很软，一般就不会太臭，好吃，来我们吃饱了，很开心。吃了一份控肉饭，然后再一个臭豆腐，爽！现在最后再点杯饮料，我们就可以快乐回台北了。接下来最后一站，用 T-top 折价券来买 T-top 喝饮料，喝起来，喝起来！买完饮料了，好啦，最后一站了，回台北，本人开车。现在是晚上9:40。真巧，因为我今天早上9:40到工作室去接我的成员们，然后一起去台中演出，这样就这样12个小时嘞，真的是哦，开车真的有点累，年纪大了。像这个温馨的讲唱会，其实也来了这么多人，让我很感动，真的很谢谢大家。那真的好喜欢摇滚台中，下个礼拜就是摇滚台中的本番上场啦，非常期待。嗨嗨，午安！现在是2022年10月22号，我现在人在台中，我又来台中了。这个月已经不知道第几次来台中了。总之，我现在在摇滚台中的现场，其实我演出是明天，那团员们明天才会来。但我现在已经来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这两天有重要的工作，这两天要担任摇滚台中能量舞台的主持人。现在10点多，已经这么多人了，10点多就这么多人了，10个。哦，很快的又发现 Pisco。好，我刚刚已经把周边记忆放完了，然后现在还其实还很早，
那因为现在在下雨，所以我决定先窝回后台 stand by， 先做点功课。发现超大的珍珠奶茶，超大。现在在我身后就是摇滚台中拱门啦，超怀念的。哇，这个场景真的等待超久的，哇哇。我刚刚主持完第一个主持了，然后现在开始要去现场走一走。目前后面的能量舞台已经开始正式开演了，人已经超级多。先给大家看人有多少。就是我们来拍各个舞台，路没有走好，没得选择。我现在走沙滩了，脸都要变白了。现在这就是 Pisco 演过最多次的舞台，跳跃舞台。今年呢，摇滚台中的冲击舞台回来了，然后是以不一样的形式回来。然后今年呢，这边有个 Open 卷的活动，乐团可以来报名，就可以来参加冲击舞台的表演，很帅。这边是乐团的周边商品区，已经有些乐团的周边摆出来了。官方的周边商品区毛巾非常热销，大家都来买毛巾。哦，可爱服务台。好，那边有市集，这边也有市集。那我现在要缓步的走到绿色舞台。好，时间不多，我们剩最后一首歌，九公里歌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歌 ，Dislike T 恤发现。两三点开始，人潮就爆炸了。现在胖胖在的能量舞台基本上就是塞满。那我现在来到跳跃舞台，即使是在跳跃舞台，现在演出者还在试音，台下也是超满。你的那个大鼓的 trigger 就是跟你的那个 pad 会有点。哦耶！摇滚台中第一天收工，哇，真的今天讲了真的超多话。有够累，喉咙已经哑掉了，喉咙打没了。对，那我现在赶快回饭店休息，明天还要再站一整天啊。明天就是先帮自己的乐团做开场，然后再上去弹吉他，好期待这个环节哦。摇滚台中第一天的感想，人爆干多，年轻人超级超级超级多，真的实在不一样了。非常期待明天自己的表演，还有我眼前会看到所有的场景。拜啦！靠！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！今天是2022年10月23号，现在早上10:13，我后面已经很多人在排队，好夸张哦，人好多、哦。阿秋结束了两天的寂寞，终于有人了，有人陪伴了，有人陪伴，有人陪伴。我已经看到我们团的团员了。嗨，我来带大家了。这不是我们的名主持人 Rachel 吗？嗨，早安。结束了孤独的一个人，有人了。哎，访问时间。嗨，你哦。久违回来这里有什么感想吗？蛮怀念的，因为我们只来过一次。两次。两次吗？那我比较有印象是拍大合照那一次。哦，今天9:30，非常的顺，11:30就到那个泰安了，所以非常快。那个久违的能量舞台，那个我们要满满的能量带给大家。忽然有点紧张，你会怕跌倒吗？还好。鼓组在 setting 中，鼓组 setting。常常你会紧张吗？还好。还好。对，我觉得来就没不紧张了。哦。在家里看看照片，好像蛮紧张。来说，哎，还好。已经看到一群球衣，遥远的家伙。看到一群球衣部队在汇集，让人害怕。今天就没有了。好，我要跟大家介绍我一个 lover， 介绍我的 lover。Rachel。阿
嗨，等一下要准备了。对，他是不是很紧张？对，他很紧张。现在想到真的很不可思议。很棒，好不好？今天唯一的偶像，唯一这次活动唯一的偶像。加油的啊！娇娇加油，吉璇，我要去准备了。好。小白，我们要准备试音了。好，这次演完了，换我们。后面有看到很帅的旗子们，帅帅帅帅帅。setting 时间蛮充裕的，有将近一个小时，所以我们就慢慢来。然后现在在下雨，希望雨好像变小，希望就不要再下了，拜托，拜托老天爷给我们一个好天气，不要下雨。那个爱心吗？发现巨星，发现巨星。哎，巨星你好。好美。巨星美，头发美爆了，巨星。憋了一个晚上。而且今天sexy。八年前那一双。我们演完了，演完了，演完了，休息一下。然后我现在趁热访问一下大家的心得。我们问最后一个，很棒，还好雨停了，而且我一直在看天空，会不会有彩虹？哎、欸，没有。心得可以喝这瓶金牌吗？可以啊，但是你先讲心得才能喝。心得是蛮爽的啊。那谢谢大家在风雨中等着我们。对啊，谢谢。就一开始下雨，真的有点担心，因为那个雨真的蛮大的。但是还是很多人来看我们，然后人还越来越多，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又是满出去的，爽。然后就是整个那个圆满剧场就是围绕在那个大家的歌声中，我觉得哇，这就是音乐的力量。来来，主角。我觉得能量舞台一定有某种魔咒，就是而且那个。Rachel 精心制作的歌单上，还特别就是，然后我表演的时候也有特别想说，对，结果太夸张了，这次有拍下来吗？有拍到2K。天哪！上次铁道两次，这次是一次，希望下次站在能量舞台可以高点。我的手已经快举不起来，我的手已经不举了，可怜呢。我们在试音的时候雨很大，我当下真的是有一种，好吧，老天爷真的很喜欢欺负我们，那也没关系，就尽力表演。然后我们开始演的时候，大概第二首歌，耶，雨就停了。到了第三首、第四首，台下。就满了，觉得好感动哦，有一种先逗逗你，然后再给你点甜头的那种感觉。那其实今天整个演下来，有一种沉浸的满足感啦、啊，就是觉得说，就是很想要看到这个场景，台下的场景。那自己很努力做去做，那好像也达到了，有一种人生啊，果然还是不要随便放弃，还是努力再往前拼拼看，也许会有更多的奇迹。我现在大包小包就知道我收工了，没错，在摇滚台中扎扎实实待了两天，都是从早到晚。那我现在终于下班了，这次扮演的角色有点多，就是主持人又要表演又要做街访，所以真的是有一点累啊。但是我觉得很开心哎、欸，可以在自己最喜欢的音乐季，对自己来说最有意义的音乐季上做这些事情，真的是开心啦、啊，没有形容词了，太累了，讲不出别的话，真的太累。那我现在就剩最后一个任务，就是安全的开车回到台北。耶、yeah! ！要拍照吗？我吗？是我吗？就是你。好。早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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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早安。不对，午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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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是2022年10月29号，今天的演出在
台北市政府全广场，今天演出就是第20届台湾同志游行，好紧张哦！先去看一下舞台，晃一下晃一下。我现在就站在舞台上了，站站站！今天表演的舞台紧张紧张紧张，有一个延伸舞台，延伸舞台，可爱。早安早安，怎么那么早就在挥手？现在 setting 中，希望等一下雨就会停了。嗯，有 Pisco 很常遇到彩排的时候下雨，然后表演的时候就停了。哎，早安了、啊哦。下雨天比较麻烦了、啊，但是尽可能做好预备就对了。发现巨星了。因为下雨的关系，器材都架在后面。那这样子就是谁讲到一段就接给谁上。我觉得很紧张吗？还好，只是我还没有想到我要讲什么而已。真的假的？阿昌今天会紧张吗？我第一次来。今天觉得有点寂寞啊。有，还好，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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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都是好朋友，还好吧？唐牛也是稀有动物啊。你们都是稀有动物啊。丁丁也是吧？丁丁也是啊。才几个而已。对啊。哦，美哒哒的耶。他那个雷射的字会亮。嗯。我要成为吉他王，没有。吉他王。我看我弹吉他能不能让雨停下来？对对。雨下着夜，我的心依着我的。七里香，对对对对对。那来个荷尔蒙少年的轻语。就让大雨一直下吧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我都不会唱。好了，不能再唱这个了。再不到半小时就要上台了，紧张。现在是喊声的时间，各位同学来喊声了。你看，你看我起鸡皮。等那边绑完。谢谢大家陪我们走到了今天这个舞台，好感动、哦。Yeah, 好了，今天就交给各位彩虹宝贝，杨丞琳。一二三，彩虹宝贝。很嗨哟！希望你们可以因为这首歌，为你们自己的人生喝彩，为你们的人生呐喊。这首歌叫《光圈》。我们现在演完了，演完了，演完了，撑着伞，因为雨很大。我们现在去走游行。我刚刚看到那个你走到台前面，然后灯光这样打下来，我就哭了耶！我好可怕哦，这个氛围太可怕了。这么多年，终于 cue 到 Pisco， 很感动。现在他帮我们开道，好紧张哦。好多人呢、啊，超多人、啊，超多人呢、啊！我已经把彩虹桥，板桥做了一个很棒的我们今天要走北路线，北路线。可是现在的人呢、啊，好多啊！是我们的举手之力是什么？你应该加紧的走上去。现在我们骑手在我们后面，我们来缓，我们来前进了。Pisco 大小队、小小队出动了。总之，我们就慢慢加快速度，慢慢跟上，看能不能跟上，就到寂寞了。我们要到终点了，耶！我们大队已经彻底走散，后面只剩下三个人。对，我们是最后的小队。
哇，今年游行真的人太多，又下雨又撑伞，雨真的没停过。对，完全没停，从我们演出试音都在下，起床就在下。今年又走完了，很开心，已经不知道第几年了。超开心的，明年没有撞表演，还要再来走。也不好走哦。哎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！今天眼镜齐物的阿秋，今天是2022年10月30号，同志大游行隔天。昨天的游行，哎呀，小大衣上好害羞啊，这个位置。今天啊，前进无限自由，第二次去演，车子已经快到了，早上八点半集合，好好好好。因为我们今天要去无限自由，所以我们今天搭的是小车，因为要上山。凶的凶的，少奇凶的，多情女子今天紧张。没关系，你就去看八大熊吧。哎呦，现在11:50，我们到南投了。这个天气，我们今天很顺啊，顺啊，完全没塞车，一下就到了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就是这个干度，就是这个温度。如果昨天游行是这样就好了。我们现在到南投第一个行程就是吃旺仔鸡，去年也有吃，两年都吃同一间，快乐。上菜速度非常快，我付个钱，肉已经来了，大家已经在屠宰肉中了，屠宰起来。我们现在走在埔里的路上，刚刚我们已经先去了会场，然后把欧莫伊跟少奇丢车，让他们先进去准备他们的表演。小润跟鼎鼎也先去会场玩了，然后我们这一群台北人要来逛个店，买个吃的喝的。买什么嘞？生吐司，还有冰淇淋。这间很有名吗？嗯，哦，是埔里人的骄傲。我吃过啊，吃过啦。我没有买回去吃过，就很好吃啊。真的假的？厉害，那吐司很厉害。哎、欸，小超啊，衣服撞衫了。让我笑死了，怎么一回事啊？后面排吐司的人潮实在太长，所以我们现在分头行动。唐牛去排吐司，然后我们来排冰淇淋。没有错，好热哦，南投好热，天气真好。开心耶，我点了芒果、柚香、金萱跟芝麻，都是我喜欢的口味。很喜欢吃意式冰淇淋，很期待。它是单个哦。对，大家还在吃的时候，我已经咻吃完了。我吃东西就是这么的快，对身体这么的不好。草莓牛奶，羊肠大包，三吐司。你要拿另外一边？对，哦哟，可以讲，看起来不错哎。杨里长买给大家吃的，感觉很好吃哎，好软哦。那好吃。我们已经到无限自由的会场了，器材前进中。这是我们今天要演出的太阳舞台，然后现在是棉器在试音。去年 Pisco 也有来无限自由表演，对，那因为去年有拍 Vlog， 今年就随性拍拍。九舞台就是一个随心所欲的地方，爬山就是要踩踏的石头啊。爬起来，走起！今年这边多了一个舞台，15台，小小的，蛮可爱的。每年都要互拍，每年都要互拍是怎样？张艺文在喝酒哎。早安，我也完了。今天是无限自由，自由到我们现在坐在后台区的票口。久违的白球衣，耶、yeah, ！今天穿白球衣，下礼拜有4场表演。我来想想，这4场要穿哪4件？拍照了，在那个拍照很小心来。今天还不错，对，今天大家都
在下面的话，都好像那个有被那个开关打开，的泪腺特别发达。就真的就是演最后一团，就有一种舍不得的感觉，就要结束了这样。对，好累哦，好累哦，好累，好累，好累哦。我觉得比较紧张的是，我好久没有听地板表演，因为这耳机今天出了一点问题，然后我就直接听地板模拟的，然后就要比较专注的弹，但反而就听到更多台下的声音，就觉得兴奋。对对，因为有点有那个距离变得更近了。还不错啊，而且我是刚刚在你后面跌倒了的。你有跌倒？不是，因为我在刚好插，还没调整好，然后开始动了，然后就看重心不稳。今天无限自由，就是山上的空气特别的轻盈，所以 Rachel 也看起来特别轻。我看 Rachel 弹吉他都这样。好，我表演完了，可以了。很开心，不知道为什么就默默演了，成为最后一团。对，我们好像很少这种音乐季最后一团这种经验。对，其实我们有准备安可曲啦，但我真的死掉了，下次再说了。迷路在哪里？不是，你有好几个很沙的那个表情，就是这样一弹，转过来了。对，不知道为什么只针对他。对，为什么？没有，我没针对我，还是针对丑亮。有人准备面给我，我要拍面给大家看。是哦，下课了。手没敲，我妈手。然后后面的人就只有面跟彩宇。刚刚获奖，彩宇获得面，获得面，超开心的，要吃面，吃完面。等下就要离开了，技师辛苦在收器材中，阿秋在那边吃面，旁边有大面。谢谢无限自由第二年的照顾，感谢，拜拜，快乐。嗨嗨嗨嗨，早安！我现在在高铁站，现在还很早，现在早上10:05，我们要搭10:20的车到台中，因为我很早就到了，就先买早餐。我怕今天没什么时间吃东西，所以就现在先多吃一点。那我们今天总共会有11个人浩浩荡荡赶场，我是南港上车，我们有3个人从南港，其他人都是从台北车站上车。等一下就是车上跟大家相见。Good morning， 早安。耶， yeah， 我们到台中了，现在在我后面就是能量舞台。台中天气太好了吧！赞！天气赞！稍等，想听你介绍的这位是哦，这位是我们的特别来宾，哎，他是我们的小蜜蜂。耶！我今天有准备1000个笑话给他。耶！今天是志愿军的，他是志愿跟市长。他今天志愿跟，他说他想体验一下。今天记好生活节的场地跟摇滚台中一样，都在文心森林公园。又再度回到这个熟悉的地方，非常的开心。我要先脱外套，好热。我也要脱。外套脱起来，谢谢。谢谢。等一下试完音时间比较充裕，现在先在这附近先稍微简单的小晃一下就好。现在在我眼前呢，有超级大的彩虹旗。好，这边也是超大的彩虹旗，赞！哇哦！耶！其实好生活节有帮我们准备海苔卷，我超喜欢吃这种海苔卷的，爽的。旁边有个杀人电风扇，真的，它看起来超像《绝命终结战》里会出现的道具。饭团吃得完吗？吃不完，但很好吃。赛行舟，赛水器，厨师。一阵子没有用这一把了，最近把这把琴拿去调整了一下，今天重新回到战线。嘿嘿。现在在准备试音了，舞台很大，很宽广。1234，1234。张一文加油，牵起来。好，换谁？我们试完音了，经过了一阵惊涛骇浪之后，我们试完音了。真的是惊涛骇浪。然后现在会主已经在表演了，大家现在人也蛮多的耶，其实。四级超级大哎、欸，超大！哇，我们出现一个超级大的彩虹四级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我给大家看，你们应该很想看。超大！这四级真的超大的、欸，真的。之后有一种
如果我身上有现金，等一下就完蛋了。真的，真的，我现在还好，身上没有现金，好多东西想买啊，完蛋了。我们现在在酒鬼按摩摊，为什么会来酒鬼按摩摊？因为就是前几天一直收到他们的讯息的骚扰，没有了，不是骚扰，没有了，不是骚扰了。他们说 Pisco 只要来就有 Pisco Shot 可以喝，真的有 Pisco！ 我现在是一个没有用的人，我只喝一半，剩下一半是小润的。啊！天哪！啊！谢谢小润按摩。他只能这样。我现在在表演圈，有人在帮忙。按摩，竟然在按摩，而且是物理治疗师。我现在在摸猫，好久没摸猫，没拍照。默默接受了按摩，现在按摩完了，刚刚也摸了猫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去舞台，然后我们后面等一下可能会有人带着妻子跟我们一起前进，非常的凶狠。出现一群物理治疗师们，被我们带着要准备去看表演，紧张。喝酒，喝酒。现在是备用机，然后因为等一下赶场，把我们的东西都先集中在一起。演完了，演完了，赶场，成功，可以。跟你照相吗？好，速拍，拜拜，下次见。要赶快吃饭，跟他们一起玩哦，好吗？我们那个车子已经在等我，超帅的。有个谢谢主办单位，谢谢基好生活节。我们平安赶到高铁站了，平安了。赶到了，赶到了。不要走。旁边这个男人已经在喝啤酒，能量饮料。来喽，好紧张哦！哦，疼痛！刚讲。罗斯福路100号，耶、yeah, ！我们来到罗沃，赞！提前到，又要再试音了，这就是赶场人生，试音演出。今天是 Show Up 的鱼跃龙门10周年豪华派对，我们今天是开场团。久违的罗沃，我们来了，久违的罗沃。试音试起来，怎么办？我好累哦，呵呵，完蛋了！来，我们试完音了，我们今天跟 Shua 会有一首合作的歌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两团都会有合作哦，兴奋耶！ Yeah. 目前的 HP 大概剩多少？应该是40吧。只剩40了哦。就是Let's go, Let's go。真的是超级荣幸今天可以来啦，所以我们有点贪心。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有点贪心，我们想要邀请需要的成员跟我们合作一首歌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就那么坏。对，所以接下来就是大家的热情啊，让我们欢迎长庆跟小莫。差一个人，很大个男人。听说你去拿酱，对，人家那个
手里剑了。对啊，早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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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今天是2022年，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今天几号，好弱，今天是2022年，11月6号，没有人理我，今天是2022年11月6号，我们今天搭巴士去台南，今天有两场表演，然后现在的时间是7:34，哇哦，现在我的全身都是昨天的疲劳。全身好硬哦，喉咙有点痛，完了，喉咙痛就是生病的前兆。小润现在在让我变彩虹宝贝，彩虹宝贝的加法。对，我现在到台南城市音乐节的会场了，然后我现在要准备进场，先来拿器材。大家辛苦了，大家辛苦了。哎，我们身上拿的是食物。耶！我们现在要准备走一个很酷的路口，前往我们的舞台区的路口，就是一闪金子，好帅哦！我们现在走在城门里，城门，鸡蛋糕，还会有小分会接，哈哈，他不理你。再一次，城门，鸡蛋糕，城门。哇，这会场超酷的。我们现在到了舞台区了，技师先来 setting， 我们赶快休息一下下就上台，因为今天试完音就要直接表演，一下下只能休息一下下。哎，进到我们的休息棚了，有椅子，我们只有10分钟，我先趴一点补充能量。牛肉汤时间，快乐牛肉汤时间。唐牛 setting 中，阿牛来，先给你。哦，好。哎，辛苦了。谢谢。那那边可以帮我缩小一点吗 ？Program。有些你的 video 有点太大。这个音口。城市音乐节演完了，好累哦。耶、yeah, ，我们要离开了。剩最后一场，我们现在去最后一个现场，贵人散步。谢谢台南城市音乐节，彩虹宝贝，万流顶住。对。好 ，people。干嘛？现在在我旁边是备用电源。这边有一颗，啊，等一下换电池。好，我们现在下车了，我们等一下就要去最后一个演出的场馆——南美里活动中心。发现贵人散步。我们到南美里活动中心了，我们到南美里活动中心了。获得九九快乐。这个人已经在喝了是吧？哇哇，还没收工就骂脏话。喝酒了哇！他让我喝的。顶哥顶哥，音控怎么可以给音控眼前喝呢？没有没有，我觉得我们今天台下人应该不会很多，但就是尽全力演啦。再15分钟上台，再15分钟上台，已经累到不行了。
好，那个四连战的最后一场哦，然后这一场比较特别，是贵人散步，是 showcase 的形式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那我在活动前夕呢，因为主办单位有给这次来的 guest 就是贵宾，所谓的贵人的名单，我有做一个邀请函，然后写一封英文信去邀请他们来看我们的表演，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来。那其实对我来讲，这一切的可能性是不到1%，大概只有0.5%可能会发生什么，当然也没关系，我们就为了这0.5%努力。那最后一场，大家辛苦了。哎呀，在小蜜蜂，呜呜呜！来来来，我每个都要访问。脚没有很好。两天四场心得，感恩所有的单位邀请，这是 Hisco 第一次有这样的成就。两天四场，是该练身体了。私心希望还是不要两天四场。一定要成功，一定要成功，已成功，已成功，结束两天四场。刚刚 Penguin 的时候，已经觉得那个我的那个什么乳酸在堆积，对，他靠肾上腺素支撑完这个成就，带着他完成了。耶！最后两场是靠意志力，对啊，真的是靠意志力，身体还可以，但是人快弥留了，真的累到快弥留。对，还好算安全下装，除了一个吊棒，其他都还 OK。还行啊，才四场而已，后面还有十场。很好。哦，蛮充实的、啊，同样的是重复做四遍，挺过去了，很赞。终于断选了，而且两个还在研究怎么换，会换的、okay, 那个没那把没换过，两天四场，但我想到下礼拜我就觉得今天其实不累了。这个人自愿说两天四场，我想跟。来，感想如何？很好玩啊，是不是渐入佳境？对。虽然很累，可是很好玩。剩我的感想再说，我累了，所以他会一直在猫咪。好可爱哦，你好，你好，不好意思啊，好可爱，好可爱。哦，我的 Insta 360整个 totally 没电了，现在就是 GoPro 了，我们要准备离开了。常常要离开台南喽，再会了，台南，再会了，台南。拜拜 ，Goodbye。我每次来台南呢，都会有个仪式，就是喝茶的魔手，茶魔，讲，还记得 Pisco 是曾经演过茶之魔手演唱会的乐团的，哎，听说你要请大家喝茶魔，可以啊，不用了，你是茶魔大富翁哦，是三杯。哎呦，凶了！你看人家穿什么？跳舞力， yeah. 跳舞力！你穿什么？不良中年，吃屎！你知道我要什么做什么吗？不，而且麦根，我们这边要打麦根，因为我们是 JK 弄。哦，对，他逻辑。今天是2022年11月11号，没错，今天要来参加一个 party。对，今天没有要干嘛，今天就是参加一个 party 就对了。今天要揭晓肚子里的蛙虎酱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？你们紧张吗 ？Boy or girl？ 赌男生还是女生？我刚刚一直在想，我想猜女生。我就希望是女生啦，我只接受女生这个答案。我呢，想要有个女儿，所以不管怎样，就是压女儿了。对，把我的希望投注在他人的身上。私心的希望是儿子啦。啊，这里有颜色，男的，我有 sign。我觉得是儿子。变成女生，不管结果是什么，现在就变成女生。然后他只要有个底座，要拿，就是。手要拿这边，我好害怕。哇塞！啊，它下面还有个底，对不对？对。
球爆掉吗？就是会有性别颜色的东西打出来。上菜了，饿了。那个我们要准备岔豆，现在那个新郎新娘不对，爸爸妈妈要开始准备岔豆桌了，紧张。这边有男生跟女生，然后签名写你押的金额，然后放两边。5、4、3、2、1。对啊，不紧张的人都紧张嘞。这么想女儿，这是快乐的眼泪。我要有女儿了，直接跟唐牛仙绝交了。我赌赢了，我赌女神，我赢了。没关系，都很棒。我输了，我输500块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我也输500了，我也输500了。哑巴！今天是2022年11月13号，我们今天要去台中，我们要参加小浪人 Pisco 的小浪人的表演。今天的 Pisco 有点不太一样，因为本团有两个人去工作了，没关系，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优秀的鼓手会帮我们代打。这个优秀鼓手呢，就是不断出现在这个 vlog 的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少奇。会紧张吗？这样不要啦。今天虽然前台只有两个人，但不用担心。我今天已经去做了物理治疗了。对，我今天物理治疗2小时。我今天现在身体又比较放松。今天就看我在短短40分钟摧毁这2小时物理治疗的成果。好。3:45，一路顺畅，完全没塞车，中间还去休息站尿尿。我们已经到会场了，对，然后我们现在是在台中的海边，给你们看，这边有一个超帅、超大、离我们超近的风车。有恐龙哎！距离我们彩排还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所以。我们现在来到处晃晃，看看这个公园龟壳生态公园，看看有多龟壳。乌龟，两边一起跳，好腰。出现鹤，飞行的鹤。兄弟拿着啤酒悠哉的散步。哦，这边很不错啊。只是这个公园比我想象中的小蛮多的，但是那个灯会可以看到浩瀚无垠的海。好吗？水鼻仔好吗？螃蟹，大家不要看到螃蟹只会想吃好吗？我们今天在这个海边啊，风好大，我的头发一直乱飘。连唐牛的头发都一直乱飘了，我以为是颤动，头发很乱呢、欸。对啊，头发超乱的。哦，你看你5点啦、啊，准备下器材。太棒了，头发太乱。南无阿弥陀。今天演完可以休息一下。真的。好开心哦。对啊。但其实就是前阵子那样也是一个不错的经验。体验那个世界级选手，对啊，其实巡回的感觉，对啊，其实他们巡回就是这样，一年演100多场，对啊，真的，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办到的。然后兵营结束之后，我会短 talking， 然后一样 Q 点就是接下来最后两首歌，下一首歌光圈，那你就下。距离 Pisco 上台再5分钟，终于啊，辛苦了。回首过来。
这趟旅行是很有意义的，大家真的都辛苦了。这场结束之后，好好的休息，接下来的重头戏就是波尔电视了，还有明年去日本了，大家一起加油。然后今天许少奇，靠你了。今天杨朝亮不在，所以给你喊，给你喊，来准备啊，来吧。Get a bit low. Pass. 带着球结束了这一切，还蛮感人的。因为少了两名成员，看到大家使尽全力，真的是从骨子里面散发出一个很激烈的感觉。十三场的最后一场，辛苦大家了。好像今天是什么运动大会？今天是企鹅运动大会，企鹅杯运动大会。对，今天不错啊，许少奇一百分。那你自己几分？哦，九十分。刚刚可以的时候，采集都要考出来。真的，我说真的，有。有哦，嗨，终于跑完了，全部的解脱了。对，大家可以好好休息一下，该休息的，该保养的要赶快保养。耶，可以好好回家休息了。今天很燃烧哎，还不错哎，但就是早早不太好，傻逼戏啊。谢谢所有。看完这支影片的你们，谢谢你们陪 Pisco 走了这个45天的旅程，那今天就是终点了。对，那比较可惜的是今天朝亮跟 Omo 也没有在我们身边，但是也没有关系，我们有带着他们的力量在今天的演出上。真的很感谢大家在这45天中，不管你是在哪一场看到 Pisco， 都谢谢你们的到来，可以在小浪人当最后一站，真的太好了，谢谢大家。把这个超过一个小时的 vlog 看完，谢谢你们，我们是 Pisco， 未来请继续支持我们，拜拜。